一路来过那安定的感觉，也放手离开过，选择回到原点。欢迎收看巨大屌，欢迎今天的巨大来宾Laura梁希。这是我遇过最shock 的一个介绍。哦，真的吗？你会不会介绍完就没力了，然后就没有，后面就要靠你自己一个人主持啊，我在旁边休息。OK 好。听说你最近呢，除了音乐上的作品之外呢，也有一些戏剧上的作品，是不是来聊一下这两个领域？好，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大家可能最近有看到很多不同的新闻，就是一下子是Laura 要发专辑，然后一下子Laura 要拍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简单讲，它就是一个专辑电影，Album Visual。你有自备道具，我觉得你好有心哦。对，差点忘记问我这个事情。对耶，还是你觉得你戴得很舒服，就这样进行。没有，因为其实我长相算平庸，所以我可能会一直戴着，才可以遮掩住一些平庸的部分。欸，可是这就是我这次专辑千面兽想要讲的主题，就是说，不管是好是坏，就是其实没有任何的绝对好坏。有没有听到？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一些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不好的地方遮起来？明明就还好，也不会太吓人。我们打时间的节目。但是我自己觉得很蛮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千面兽这个主题，它其实讲到人比较内心的东西，它不是只是讲流行音乐或什么，它其实是想要鼓励大家都去接受自己，不管是好是坏哪一面。所以我还是要帮你解开，还是要解开，是？对对对，然后让大家看看，我们要揭开庐山真面目了，三、二、一，会有特效吗？可能会有。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这样子，就是戴着面具在生活。然后，尤其是我，像我16、17岁就出道，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哦，对对对，对啊，听你的歌长大了，我也听我的歌长大了。老实说，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蛮正能量，而且我听千面兽的歌词，因为它里面就有讲说一些什么不美丽算什么，或者说。是强悍，是脆弱，是无论如何骄傲的活。然后我就觉得这词也写得太好了吧？这谁写的？啊，是我自己写的，没有啊。不好说，不好说。真的，可是我现在就会觉得说，这是做音乐的意义，就是说我如果可以透过我的作品，让你有一些能量，可以去过你的人生，我觉得这是真的值得骄傲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支 MV。讲了这么多，我觉得啊，观众应该会想要知道，接下来你会在哪里演出？我再做一次总结，就是我要推出专辑电影，所以会有新歌，然后也会有电影。然后电影呢 ，Gino 有来客串。哦，真的假的？对啊。我知道。然后电影应该是10月中会上，所以我们10月底呢会有一些见面会。那见面会刚好就有新歌可以唱给大家听，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可能听完歌就一起跟我们去看电影。在这里，噔噔，明日之星给大家看一下。我在里面其实扮演一个角色叫黎斯，他从新人到慢慢往上爬，到可能他有一些名气，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这部片它不算是一个很阳光的片，它蛮黑暗的，因为是我姐拍的，然后它蛮黑暗的。对。那要去哪里关注这些资讯呢？就到我们的粉丝页，叫做妹妹娃娃。然后呢，我们会有就是关于电影的东西在那里。那如果是关于我的音乐的东西呢，就是到我自己个人的粉丝页，叫 Laura 梁心怡。那接下来直接进表演吧。好，那我就带来这首《没有绝对》。失去不等于失落，孤独不等于寂寞，终于我不想再躲，坦然去面对赤裸，躺在这空白的房间，自问自答，挥洒出我的
见。我爱过，依赖过，那安定的感觉，也放手离开过，选择回到原点。也许谁都会渴望完美，也许不完美也无所谓，心不美绝对。好棒哦！哦，好棒哦！你也帮我拍了一支 MV 哦。嗯，我说我拍的。那我后面那支 MV 也就不用了，我可以不用、啊、跟我姐讲一下，你这个再寄给我。不用纸的，我再我寄原档给你，我怕那个会压缩。好好，你太专业了。对对对，好谢谢。下一首。那下一首，我今天带吉他，哎，你要跟我 jamming 一下吗？要吗？可以啦。其实我也蛮喜欢。好耶！这首歌我最近蛮喜欢，是蔡健雅的。10万毫升眼泪、嗯、哦不是是10万毫升泪水 1,2,3,4 迟到不完美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灯会转黑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掌心。想要你给我个答案，你都不管。最后一首歌想要带来一首比较欢乐的，应该是说，是好是坏，人生都可以很精彩。嗯，而且是一个你的习惯的语言的歌。哦，是的 ，1,2,3。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可以一起开一个频道来唱歌，好，来，好吗？那你不要再逃避了，我知道你会比较对于就弹吉他什么不会觉得那么排斥，但是我们现在要来跳舞了。哦，真的吗？对，是的。好，来把吉他丢掉，来来看我，因为我们是全方位 ，OK？ 全方位，全方位。好，我要跟大家分享我首次挑战抖音这首歌，其实我跟 JC 一起写的。他写这首歌，我觉得很不一样，就是很俏皮。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抖音。嗯。然后现在这首歌已经进了抖音的音乐库，叫蹦蹦蹦，就是蹦蹦跳的蹦。搜寻蹦蹦蹦。对。然后呢，我想要在今天做一个超级慢的示范，因为只要 Gino 能跳，大家都能跳。OK， 好。所以先来跟你讲动作。好，一开始呢就是蹦嘛，就是要碰屁股这样，蹦蹦蹦蹦蹦蹦，心放在这边，手心在跳，然后往外卷，跳着一种奇妙，拍手，然后这样伴加这个，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然后就很靠近镜头，像这样，好没有，不要吓到你这样 ，OK 啊，对。然后第二段就是很靠近镜头的这个，然后这样，
嘣嘣嘣嘣嘣嘣，然后这是宣告我的手穿到你的手那边，所以其实是你的手要假装是我的手。这是宣告，全世界都watch out回来，因为我然后早是爱心，我们可以回来一点，这边光比较美。OK， 好，早已准备打开，很美，关起来，准备好哦。一个爱心，我觉得你有天分哎、欸，有天分吗？对，而且就是等于说，因为我们是 split screen 嘛，所以你可以跟我跳，你可以跟 Gino 跳，嗯，你可以跟容中豪跳、嗯，你可以跟所有我接下来会邀请的艺人朋友们跳、嗯，你可以跟你自己跳，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对，做自己。Five, two, three， 我觉得蹦蹦蹦蹦，我心在跳，跳着一种奇妙，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我跟你讲，我们叫做 Lara Gina LG LG， 冰要订冰箱找我们，好LG 的萤幕，好好笑。好，今天呢，我觉得我全身的浑身法术都已经用上了，就献给你了。我人生第一次跟女生拍抖音，所以你第一次是跟男生拍？第一次我自己拍。哦，好，所以你第一次跟人拍抖音。那预祝 Lara 良心，你这一次专辑点整个大卖，好不好？的确是在做很多不同的新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蹦蹦蹦》这首歌、千面兽这张专辑，还有《明日之星》这部电影，然后希望可以多多支持独立艺术。那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巨大条，下次见。按赞粉丝团还不够，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设定抢先看哦。